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Wasabi Gaming Channel。今天我要玩的游戏就是《小小龙骑士》，这个游戏是来自香港公司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游戏开始吧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在我们目前看到是这个是战士。好的，还有两个角色就是刺客，还有。法式。好的，今天我跟大家讲解的就战士先吧。好的，哎，放什么名好呢？啊，随意吧。好的，哎，游戏开始。所以这个应该是人类跟怪物的战斗吧。然后整个 city 已经是倒了，突然间有一个 magician，还有这个应该是王吧。好的，OK，那我们也不多说了，好，来。这个应该是我吧，好的，瞬间移动角色，好的，嗨，怪兽，我来了，boss，我来了，好的，还有，这个是普通的攻击，好的，我们还有，我看到这里是有四个 skill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试吧，这个是旋转飞。旋转刀吧，还有这个是冲钱。第三招呢？第三招是上天翼飞，然后起来，哇，OK，这个是我造成还是他做的呢？哎，无所谓吧。来，我的 Ultimate 还没死啊，OK，还有一招，这个应该是我的加强我的。哇，好厉害呀、啊！那个应该是加强我的力量吧。哇，被破坏了，还又多一个怪兽出来了。好吧，来吧。目前的一切，随着城市一起消失。你的罪恶阴险是绝对不能得逞的。你。见过痛苦或者折磨吗？我会让你知道真正的痛苦还和寂寞。你的死将为这座城市带来安静。好的，哦，收拾吧。哎，我还没开始啊。嘿，我的王来救我了。已经是来到一个，这里应该是 city 吧？刚才我应该是晕倒了。OK，so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要看更多的话，请 subscribe 我，然后给我一个 like，谢谢大家。